睇见呢个奇妙嘅宇宙同埋万物，我哋相信有一位全知、全能、全爱嘅创造者，因为一切唔会系无缘无故而有嘅，只系我哋会谂，如果神创造一切，咁边个创造神呢？人手所做出嚟嘅，点会系神呢？他们只是雕刻制造出来的像，是人手的工艺产生的，他们不能够动，也都没有生气。圣经介绍我们认识的这位真神是非常合理的，真神不是人制造出来的，也都不会受制于人，要人去打理去铸造，他是自有永有，就是在没有任何创造之先，他已经存在。他没有起点，他一直都存在，而且存在到永远。他是独一的真神，亦都是一切的起源。不用有太阳神来管理太阳，亦都不用雷公来管理雷电，或者要海里面的王来管理海浪，神他管理了一切。真神不会有人的软弱，有不好的情绪，会发脾气、贪食、偏心、贪污或者判断错误。神充满爱和公义，他实在是一切真善美、智慧同埋能力嘅源头，同人想象出嚟嘅系好唔同噶。神唔系孤单嘅喺宇宙中漂浮，佢系三二一嘅神。神唔系因为闷先做呢个世界去做人，而系因为喺佢哋中间充满爱相交，佢哋系好快乐噶。佢哋想我哋同万物一起来享受祂的爱，这个实在太奇妙了，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呢？我们是人，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奇妙和奥秘，但是从圣经的启示和我们的经历，我们就知道神是父、子、圣灵、爱的团契。称为父的就是那位差派子成为人，名叫耶稣，并叫子为我们钉十字架。称为子的就是被差来的救主，为我们赎罪，除掉罪的阻碍，使我们回到父那里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既然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他就是我们的大哥，我们和主耶稣都是神的儿子。称为圣灵的就是被差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，被称为我们身边的帮助者，他住在信徒的心里面，永远都不离开。因为父、子、圣灵是一的，所以当圣灵来的时候，父、子、圣灵都来到和我们同住。今日我哋信主嘅人，同神有最深嘅关系同相连，永远都唔会分离。佢会照顾我哋直到永远。我哋可以向天父祷告，多谢佢嘅看顾同供应。我哋可以向主耶稣祷告，感谢佢爱我哋，为我哋钉死喺十字架上边，拯救我哋。我们可以跟天父说，感谢他差圣灵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帮助我们成为荣耀的王子。我们亦可以感谢神，就是同时想到父、子、圣灵，感谢神对我们的爱。因为神的爱，我们成为全宇宙最幸福的人。
更孤独永远，神同管所有，未有时间地方，神已在掌权，他的爱，他能力，他的美铺张到永远。啊，未来伟大无限的创造者，从更古到永远，父子圣灵相爱，他们相交一通相应，像最好的设计。他做一做一切，成全亲切的神家。啊，看那、山最美丽爱计划，父啊，感谢你，我是你亲孩子，主也感谢你，我是你心的挚爱，宝贵圣灵已经来，我们于身最最亲。啊，我们于身最深相